Hello， 各位 Real One 嘅朋友，大家好。佢系 T 叔，佢系 K C。对比起参加全民造星五嗰阵，一年嘅转变真系好大。K C T 叔终于实现咗梦想，成为跳舞明星啦。要担当推广香港跳舞文化嘅角色，心态上应该会变得更加坚定嘅。因为我哋喺跳舞圈嗰度跳啦，咁其实都系enjoy 啊，或者去同其他人分享。但是去到這個主流平台的時候，你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或者意見你要去消化，或者你自己都會有很多很得的東西你要 去重新 define 這樣。經過這一年消化完就會堅定一點，沒那麼易動搖咯，就是你因為你知道你自己想做什麼，應該要做些什麼。還有可能以前我們分享的對象就是圍內的跳舞人，但是我們現在的身份，我們分享除了要給圍內的跳舞人之外，其實還要給鏡頭後面的觀眾和香港，甚至是第二個地方的一些人。所以我覺得那個心態要更加 firm 和更加成熟，即是一來有很多不同的意見，因為未必個個會接受我們這個方向暫時。另外就是這一件事是需要啲時間令大眾消化和接受嘅，所以我哋都慢慢揾緊一啲方法去令大家更加 get used to 咁樣，而 get silly 就係第一步。同公司可能商討我哋點樣發展嘅時候，我都有好想繼續進修咯，即係我諗到我要去再俾多啲人睇嘅時候，覺得自己個修為都要再好啲咯，所以就感受到那個再進步的欲求，同埋亦都同時間意識到我真係中意跳舞咯，即係又成日都會咁噶嘛，即係經歷到好多嘢，你會發現自己更加中意嗰樣嘢咁樣。真喺 Get Silly MV 入面，佢哋齊齊吃分，估唔到將唔同嘅舞種融合都可以咁夾噶喎。其實當初佢哋點解會有機會做呢個限定組合嘅咧？老闆們嘅係好感恩佢哋。即係佢哋其實都唔係真係盲中中咁樣試嘅，我諗佢哋都係覺得，即係佢哋睇到呢一樣嘢個 potential， 或者呢一樣嘢嘅發展潛力，所以先至肯俾我哋兩個去試。而我哋兩個都好感恩有呢個機會，因為大佬呢樣嘢係香港從來都未有過嘅嘢，而我哋竟然係委派咗我哋兩個去實行呢一樣嘢，我覺得好多謝佢哋咯，即係。即先不計他們會不會看到個成果，但是他們肯給我們試，其實我已經覺得很感恩，很難得咯這件事。同埋他都老闆都有講過，即係覺得老闆直接叫老闆，唔知點講，係啊，即係佢又覺得用身體語言係勝於就咁語言咯，係啊，啲英文入佢有講過，係啊，即係佢覺得身體就係最直接可以同老世界所有人 connect 到嘅嘢，所以。我想他認為的 potential 就是在這裡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我都覺得哇，那要跳好一點再好一點。還有那次我是第一次聽這一件事的，其實即是我很少人聽人說即是這個說法咯，即是他language barrier 這個通常都是說不會扔到去身體語言那裡，可能不懂跳舞的人都很少說，但是由一個可能不是跳開舞的人說出來，我就覺得又有人會 notice 到呢樣嘢喎，我覺得幾得意。既然做得限定組合，都要測試一下佢哋嘅默契嘅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就要玩一個默契嘅二選一遊戲啊，係啦。咁咧，總之輸咗嗰個咧就要擲色仔啦，跟住擲完色仔咧，擲咗幾多粒咧？即係譬如擲咗2+1咁樣，係啦，咁啊三啦 total， 咁就要插三下。咁咧最快吉爆嗰個波咧就為之輸啦。哈哈哇！唔識寫，咪先，咪先，我識寫，我寫咗我自己個名先。今日先講完啦，考試咧寫個名寫到燥咁多筆畫，趕唔切，做唔切啲卷。Character 死啦！個豪字嘅最右邊。我就係記得你中間嗰粒字係
不是正路。我得了，我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好靓喎，你啲字。好，三二一。第二锤，冇错啊，啱啊。咩王家润啊？王家豪嚟噶。唔系啊，嗰、那个字系系咁噶。王家料喎、啊，你咁样。王家豪嚟噶呢个系。K 你覺得咧得唔得？我覺得潦草嚟啫嘛，我覺得唔得咯。即係你咁啊？喂，你曬過咩？哇！我頭先就講多次，我就係唔記得咗最右邊嗰個係咩？係係個葉字啊，定係個弓字啊？完全唔記得咗。三二一 ，shit 八一百啊！呢個絕名黑仔王嚟㗎。咁八下一定中嘅喎。唔係你可以一路插落去㗎。係好啊！點會拆十幾支都唔爆啊？拆幾下都爆啦！絕命黑仔王啊！我真係嚇。口頭禪。口頭禪啊？得啦，點？佢有口頭禪嘅咩？我就有啫。我連我個口頭禪係咩我都唔知喎。又輸。黐線。三二一。我死亡win win 啊！你点讲？口头禅 win win， 点解啊？去到边都要讲 win win。哦 ，OK，win win 咧 ，win win 咧 ，win win 牌嘅。Thank you， 你 call 我。win win， 我真系一个好男人。真系啊，你真系好男人。我先。哇，九。哇，一，一咋咩？一啊，卡一下一咯。好惊咯。二，吓都未篤到，哦三，篤多下都到，四，咁樣擺明玩我啫，我擲後，喂你醒喎，而家先諗到，哦，咦兩下喎，六，揸下，揸下，得多，呜，可能我擲二咧，係咪先？十，得得得，十二，落低先，二，十二，哇，哇。二啊！我唔系咁都爆系嘛？揸你揸吉多下啦！我底都有噶，我底都有，我上中下。哇！佢吉晒咯，上。系啦系啦，底边侧边。哦哦，见到。八四。哦，诶，我觉得系呢个，我记得好似系。首先要谂下你系咩座先？你系咩座？唔知。射手座。傻仔啊！得，好，有，三二一，好嘛？哎呀，争一人啊！我死二十啊！我你系我死一啊！争廿一，黐线！你系咩啊？都我后生嗰个样，唔系啊！我保守啲咋，一夜失礼，一夜错九四十二月七啊！十二月七，哎呀，我争一日咋，扎够啦，两个二啊，爆，哦六。不是裸身咩？可以手吉啊！咁唔怪之玩咁耐啊！哇！我覺得係呢下，哇入咗去，差唔多啦。啊！我哋我輸，搞錯啊！好驚啊，媽咪！哎呀，你冇攞咁近，哇哇哇！哇！呢叫三下咯喎，三下啦，咁我呢度嚟多一下先。哇！哇好核突，五六，哇坐冇位啦，冇位啦。唔系，其实嗰个位 OK 啊，唔可以够啦，够啦。嗰个位啊嘛，呢度嚟多一下。哇嘿！一好，三二一，做咩啊？啱啊！但系 T 数系身材，我错啊！你冇写身材咩？我写你都系 face 啊！搞错啊 ！fake， 我啱喎！哇，写咗边边噶？我唔想面对啊！你输啊！傻，我唔睇，唔使摘，从来都系睇心。你输啦，冇窿啦。
No hold 啦，算啦，你一嘢篤爆佢出啦，打我啦，打好啦，系啊。诶，夹唔到嘅，哎呀，好惊啊！喂，喂，咁入嘅，中两下，两下，两下，计住我。喂。哇！散曬，喂！爆聲喎，散曬雞，哇！好大壓力喎。K C 都係睇樣嘅，梗係啦，執生噶嘛。一人輸一次，打和。雖然默契係差少少，但佢哋都會繼續 cross over 嘅。最緊要跳舞夾啊嘛！除咗新歌之外，今年仲有好多打嘅添嘅。我哋今年咧。其實主要即係除了 focus 跳舞或者出歌之外，就係會我哋會有一個跳舞節目嘅，係啦，咁會四圍去，係啦，去邊度唔講住啦，但係會拜訪一啲係啊，拜訪一啲真係跳舞明星，即係已經係好有知名度嘅人，係啦，我哋就會拍個綜藝咁樣咯，係咪叫綜藝咧？即係實況嘅記錄片咁樣咯，其實都仲。其實都未 firm， 係啊，未 firm 細節嘅，但係係會有嘅。咁希望承接住呢個節目之後，就會有一個演舞會，係啊，就係我之前做訪問都講過嘅，希望實行到嘅一樣嘢，就係成個即係可能我當起醫館有個全部跳舞嘅表演，係啊，有曬香港最 top 嘅人，我哋兩個。同埋其他海外嘅 guest 咁樣，同埋我哋拜訪過嘅跳舞明星咁樣，可以合作，係啦，可以合作表演咁樣，希望帶到俾大家有一樣咁樣嘢。今年主要期待兩位同海外嘅跳舞明星為觀眾帶嚟更高質嘅表演啦！識唱嘅齊跳，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Get Silly 同埋我哋兩個限定組合 KC and T-Saw。零放空咗，放空咗。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